哦，G G Boy，童话里做英雄。哦，G G Boy，热血心中流动。哦，G G Boy，一切掌握手中，让世界更美好，坚持就一定成功。要小看大肚腩，说到勇敢，说到机灵，他是一级棒。喂喂喂，别在他面前逞强，所有左耳分子一旦见到他，闪一旁。而他很简单，他最爱吃冰激凌、棒棒糖。朋友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有他助手下就不用烦。哦，举举棒，童话里做英雄。哦，举举棒，热血心中流动。哦，举举棒，一切掌握手中，让世界更美好，坚持就一定成功。第四十六集，战败。失去力量的猪猪侠。喂，我是人见人爱、花见花开、怪兽见了就悲哀的猪猪侠。你是谁？我们以前是不是见过呀？啊？哦，你的眼神，我一定是在哪里见过。看来菲菲并不愿意和猪猪侠动手，这可由不得他。我们是谈不拢了。哎哎，我忘了变身的时间已经用完了。哎呀呀，迷糊老师也溜得太快了吧。啊，还只能发挥我长跑的特长啦。哎，不行了，抱不动了，我还是找个地方躲躲吧。哎呀，过了，原来是鱼骨啊！为什么又来追我？难道是因为我长得太帅，所以放了我一马吗？好厉害的羽毛啊！我说，我们改天约个时间再战，好不好？看来这个怪兽还是个急性子的。太好了。迷糊老师快开车。啊，开什么呀？吉普车坏了。什么？你已经打败了怪兽了吗？怎么这么快就追上我了？如果我再的不错的话，怪兽一定是在我们的头顶。马车追踪的。迷糊老师，我现在没法变身了，我们还是先把怪兽引到城外吧。那还等什么？快跑啊！迷糊老师，你平时不参加行动，我真为你的驾驶技术担心哦。你可别小看我。想当年我骑摩托车横行江湖的时候，你还在喝奶呢。没想到迷糊老师的技术这么好啊。迷糊老师，我突然发现和你一起逃跑真危险的，还没等怪兽追上我，我就被你害死了。小心！快到森林里躲一躲。
这里的树木可以挡住怪兽的视线，我们暂时安全了。哦、是啊、嗯，太好了，那我先睡一会儿吧，等攒够了变身的时间再去教训他。嗯，这种时候你还睡得着？真有你的。其实我也累了。猕猴老师，你不能睡。嗯，为什么？你得负责站岗啊，万一我们都睡着了，怪兽发现了我们怎么办呢？那你站岗，我睡一会儿。我可是战斗的主力，得恢复体力才行哦。可是我年纪大了。那这样吧，谁先睡着，谁就不用站岗了。我已经睡着了。真拿你没办法。猕猴老师，我突然特别佩服你。是我的睡姿太优美了吗？我是说，你脖子上有蜘蛛还能睡得这么香。佩服！你怎么不早说？哎呀，我们在森林里睡了一个晚上，现在天亮了，我的变身时间已经恢复了，我们还是去找那只怪兽吧。可是去哪儿找怪兽啊？我们还是先回城吧，说不定超人强已经醒了。对了，还没有菲菲的下落呢，我们快回去吧。哎呀，是谁在搞恶作剧呀？怎么把我的照片贴到了通缉令上？发现猪猪侠下落者，奖赏100万根棒棒糖。看来你还挺值钱的啊！猪猪侠哥哥，小红帽。猪猪侠哥哥，你怎么还在城里呀？你快逃走吧！为什么要逃啊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你还不知道吗？玫瑰王子回来了，他还带了一只会飞的怪兽，整个王国都被他控制了，现在所有人都要抓你呢。什么？这家伙还敢回来？等一下，你说的那个会飞的怪兽是不是黑色的？他好厉害的，国王的士兵根本都不是他的对手。原来这只怪兽也和玫瑰王子有关。猪猪侠哥哥，你长得那么帅，太引人注意了，我给你准备了假胡子。我也怕被人发现，你分给我一半吧。猕猴老师，你不觉得这样很傻吗？傻也比被人认出来好啊。哎呀，我现在可以变身了，还怕什么？直接去踢玫瑰王子的屁股就行了。怎么突然跑掉了？小猪猪快看啊，来得正好。我之前逃走可不是因为怕你，现在来正式的较量一下吧。我不想和你战斗。原来你会说话呀。其实这是什么情况啊？看着好朋友之间相互厮杀，真是让人开心呢。你为什么要帮助玫瑰王子啊？他只是在利用你做坏事。他是我的主人。
玫瑰王子不分怪兽的好坏，一心只想消灭世界上所有的怪兽，你跟着他不会有好下场，他迟早会对付你的。看你的眼神很像我的一个朋友，她是一个很善良的女孩，所以我相信你也有善良的一面。小猪猪，好戏还没到结束的时候。哼，啊啊啊啊你能追多久？嘿！啊！呀！啊！啊！啊！嘿！看我的吃之鱼！啊！嘿！又来了！火力之力！你已经输了。啊啊啊！玫瑰王子，真精彩！你现在可以把菲菲干掉了。哦，菲菲，你难道没看出来吗？她就是菲菲，是我用黑暗炼金术把菲菲变成了怪兽。嗯，黑暗炼金术。啊！可恶！哎，慢。难道你不想挽救菲菲吗？啊！我的要求很简单，只要你把武灵锁和黑暗之锁交给我，我就把菲菲还给你。小猪猪，不要听他的。哼哼，要怎么做你自己好好想清楚。没有我，菲菲就永远变不回原来的样子。而且我还会让他跟你不停地战斗，直到死。啊！啊！不要折磨菲菲了，我把武灵锁交给你。快把菲菲变回原来的样子。还有黑暗之锁。给你。请你把菲菲。哎呀。你这个笨蛋，你没资格向我提要求。送给你 I just love you 我开心